出铭文了。八十八法是窗口，没我快。四十二法术攻击，哎，增加游戏难度。我操，这没铭文怎么打？阿珂没铭文还能打吗？这暴击打个野打到明天早上啊？怎么打？我的老妈！在线的查百度好不好？没有铭文的阿珂怎么玩？这是等于零铭文啊！后期就能赢，你永远记住，这游戏后期就能赢。队友已经发起了投降，是吗？心态已经崩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切不死？哎，你看，你不要小看我这个阿珂不，还是能收割的。虽说伤害有点低，但是我世茂没铭文也能飞，是吧？哥他，不用看，我们后面有咸鱼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这把我还是可以浪得起来的。再上去吸收伤害，对，游戏结束，最后还是靠我把对面的嬴政关下来。对不对？我还是挺屌的，打了33的输出，这把可是没有铭文的。